又送东西来了啊！嚯、哦，我实在是够不着你，你知道吗？啊，来吧，帮我们接一下，来帮我们接一下，谢谢您，谢谢您啊！哟，那是个什么呀？啊，还挺好奇。啊，拳击手套啊！啊，真好，来，您拿着吧，于老师。谢谢啊，打人的事儿都是我们的。哎，你来就来，你说还花钱，你说你花钱了，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哎啊，这叫怎么说话呢？这个点儿出去买去，你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是吧？那怎么办？你就把钱留下就得了。干这行干了有好多年了，嗯，我们俩也没有别的手艺，是啊，也难为各位这么支持，嗯，尤其我们这都发小，是从小便认识啊。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你啊，从小啊啊就认识，现如今大变样儿，哎，那也是从小便认识，嗯，就说明我们俩这交情的关系啊啊，打小一块儿长到现在，是这么多年来，谦儿哥对我们这些小兄弟啊不薄，啊，哎，咱不到吃饭去，人家花钱。应该的，喝酒人家花钱，有就花，逛商场人家花钱，没多少钱，哪怕去那个地方也是他花钱。你先等会儿吧。哎，去哪个地方？新华书店呢？哦，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你叫那个地方？哎，嗨，什么口音呢？这是，倒不是说人家该咱的。啊，人家每次花钱都说，哎，不要紧，那不叫事儿，啊，应该我花，咱心里跟明镜似的。哦，凭什么就人家花钱？哦，是，谦哥有钱啊，他爸爸是卖身的。对，又来了，咱就不能不提这段吗？就说这个意思，人家有钱，人家是人家的啊，为什么给你花？这是哥哥疼兄弟啊，是的关系。当然，太有钱了，哎，也谈不到。当年我们还用 BB 机的时候，啊，于老师就用大哥大，手机买的比较早，得四十来岁往上的人才记得，嗯，当年的手机叫大哥大，是，都是做生意人才用的，那时候挺笨重的，就拎着那个老有身份了，对对对，一桌四个人，一人得来一个，嗯，摆着上都没地儿上菜啊，哎，好嘛，多大个儿的，看着四个手机能喝五箱啤酒，就那么高兴，显得有身份，嗯，我们拿一 BB 机啊，哎，你看我这个。啊，我这800块钱，嚯，哦！我这个就8x2，还正经呢，20块钱。人于老师在旁边啊，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不在乎。你先等一会儿，您呢？哎，哎，那个别的咱先不说呢啊，啊，您管这个叫云淡风轻啊？这个，我这干嘛呢？我这来电话了，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震动的，不是这震动有点太大似的吧？哎呦，我们都纳闷啊。来电话了，都知道。是的，哎，行行了，赶紧接就完了呗。于老师这才伸手掏电话，赶紧拿。我这是甩着上面的血吗？哎，什么呀，蹭一脸。喂，你好。哦，我是于谦。哦，谁呀？打错了，打错了。那你哦什么呀？常联系哟。哦，嘿，哎，我这电话插到哪儿了？别想啊，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哦，插在口袋里面是吗？听这声可是穿破口袋了。插好了电话啊，云淡风轻的往前走。哦，嗯，这是在口袋里吗？这个，你回来吧。嘿，哎，啊，哎呦哈，行了行了，别使相了。有钱，不像话，不叫有钱。虽然有钱，但是重情重义，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个老词儿说：“为富不仁啊，有钱了心眼坏了，干坏事。”人家没有，咱不干那事儿。第一有钱啊，第二有情，情义为重嘛。这一点他随着父亲。
哦，他父亲最重情，是好人。那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啊，街坊四邻是女的他就爱。哎，这叫重情啊，这个没有不爱的呀，全爱一遍。后来家里给他爸爸把头发剃了，这是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了。一上午爱上六个上香的女施主。哎呵，太重情了。这点于谦随着父亲。我也这样啊，12岁的时候就爱上自己的表妹。啊，表妹。表妹的小名叫绿茶。哦，绿茶婊啊，少来这套，我知道这词儿。当然那是小的时候，没这么回事，年幼无知啊。到后来跟我们这嫂夫人结婚了啊，就是我现在这媳妇儿。哎呦，两个人这个般配还行，嫂子疼的疼的都不行了。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人啊，就是嫂子，我媳妇儿。当然这个圈再扩大，我得排第二个啊。您也不错呀，我和嫂夫人拿她真是当亲人一样看待。是这样，真的。比如说啊，比如于谦出去拍戏去了，哦，走个十天半个月，嗯，就是我跟他媳妇儿啊，一天打无数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几点回来，什么时候，哦，坐什么车，是飞回来还是开车回来，一定给个准确的消息。嗯，不要那个大半夜给个惊喜，突然就回来把人吓死啊。把谁吓死？你们要问出什么来呀？这是问出你回来，我们好收拾收拾啊，对吧？有什么可收拾的？准备好了吃的等着你啊！真是这样吗？那当然了，嫂夫人跟他的交情，嗯，说句实在话，哦，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我们的爱情有基础，尤其是我跟嫂子之间的关系。列位，您记住了啊！台上说多大的玩笑，那是闹着玩儿。哎，真见了嫂子，一点都不能胡来，这规规矩矩。哎，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这就对了。嫂子您好，你瞧这多规矩，一见不日，嗯，如何三？哎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有两天多了吧？哎哎，别说了，等会儿，别说，像话吗？怎么了？那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像话吗？天热，你知道吗？这跟热有什么关系？反正就这四个字是吧？哎，不行，叨叨乱了不行，不可以是吧？对了，如隔三秋。哎，嫂子您挺好的。完了吗？嫂子也大气。他说什么呀？死鬼。哎哎呦，干嘛去了？哎呦，你怎么最近没来呢？嗯，是我媳妇看得紧。哎呵，没有这么对话。进来吧。啊啊，你进。不是谦儿在家了吗？哦，你来的正好。哦，刚走。刚走叫正好啊。进来。嗯，进来吃豆腐来。快来。吃什么豆腐啊？他媳妇会做饭，炒那个葱烧豆腐、红烧豆腐什么的。净吃豆腐。来坐那儿。哎，嗯，吃来。哦，一大盘麻婆豆腐。嚯，哦，葱烧豆腐。嗯，来吃豆腐来。快来。嗯，又打开这个了。啊，你看这个。这是给你下酒的菜。什么呀？金华火腿。哦，蒸着，拿黄酒蒸着火腿。真好。切大盘。嗯，你认识这菜吗？这没看出来。嫂子这叫什么呀？嗯，缺德。嗯，这叫有一腿。哎，你们这事儿非搁明面的说是吗？不是，你这是脏心烂肺。谁脏心烂肺？我打着过，我还有我的好，有我的用意呢。用什么意啊？不是白吃饭。那嫂子，嗯，跟谦儿哥这么些年了，该要个孩子了啊。他玩心大啊，那老爷子还等着呢。嘿，有时候看着老爷子跟街上走，我心里都难受。这老爷子走着走着不动了。哎，他那是难受，那是憋的难受，那是。赶紧给他生个大孙子吧。啊，嫂子说：“哎呦，兄弟，你也是过来人了啊！你说我嫂子能不想要一孩子吗？那怎么？你哥玩心太大。是我为这个我还找人算卦去了。算卦，找人给瞧瞧。人家说这事儿 啊，就得贵人相助。”我都没听说我生孩子贵人相助的，我也没听明白啊啊，什么意思嫂子？嗯，什么意思？你瞧，嗯，贵人多忘事儿吧？哎，好嘛，这非说的成了是怎么着？别开玩笑啊！谁开玩笑了？我跟嫂子，我们那清清白白是吗？跟嫂夫人，我们是嗯过梦的交情啊！哎啊，那叫过命的交情，过命的交情啊！嗯，
但是我跟嫂子们过什么命，是不是？说是呢，我跟你算得上过命的交情，这咱俩关系好。我对他这份是不错，我不喝酒现在啊啊，他下午四点半弄两箱啤酒找我去了，哦，蹲在那儿，嗯，喝吧，哦，海量，我能喝点，打下午四点半喝到凌晨一点半，哎呀，好家伙，咕嘟咕嘟啊，嗯，大半瓶酒就下去了，哎呀。大什么您呢？大半瓶酒就下去了。您说清楚。嗯嗯，喝陪着吧，我也不爱喝酒。哦，等着吧。啊，凌晨这都一瞧着点啊，嗯，两三点钟了。哦，手机微信响。谁呀？一瞧，他媳妇给我发一微信。哦，发一三点照。哦，我媳妇给你发三点照，拍了一张照片。嗯，拍的是钟表上面三点钟了。不是你们都这么说话是吗？嗯，跟别人说比这还牙碜呢。哎，这好嘛，我还得情着。谦儿哥啊，嘿，哎，提醒，看这个，哎，谦儿看过这个？嗯，哎，对了，您拿照妖镜把我照现行了是怎么着？不是啊，我这王八精。对，行了，就别摆姿势了。哎，行行，一看明白了，急了，嗯，啊，这缺德媳妇儿哦，催我回去呢。嗯，我喝点酒用你催啊。嗯，我回去找他打架去。这就急眼，别拦着我！哎哎，还是王八呀！到家就翻脸了，真急了。我用你，我用你随我回来！哎呦，喊！嗯，媳妇儿说：“这都三四点了，你别跟这儿叫唤呐！嗯，多丢人呐！”是啊，这算什么丢人啊？啊，我今天丢人给你看！干嘛呀？我一会儿就上街哦，出小区马路上，嗯，我脱个一丝不挂跳舞去！我这给谁丢人去了？我这是说到做到啊！真去了，开门出去，小区外马路边，哎呦，脱个一丝不挂啊，站在那墙角上跟那跳。嗨，我赶到了，你来了，这叫交情。他不放心，走了我就不踏实啊，真回去吵起来怎么弄啊？是我看看去吧，劝架。到这一瞧，黑灯影墙旮旯，嗯，啊，我就光配我一白胖子，嗨，跟墙角上正跳舞呢。哎，我还这姿势呢，我一把就拉住了，别跳了，谦儿，走吧。到路灯这儿来，哎，那儿亮是吗？在黑黑灯眼那儿看不见，看不清楚。灯底下暖和点啊，那能暖和多少啊？那个嫂夫人不像话了啊！我得找他打架去，说说去吧。我给你讲这个情去。幸亏您噔噔噔噔上楼，啪啪啪一砸门，嗯，嫂子那火还大着呢，没消呢。别回来，嚯，哦，死外头吧。嗯，你不是出去丢人去吗？嗯，还有脸回来？嗯，能力太大了你。哎呀，我告诉你，嗯。嗯，进哟，进来把门关上了啊！你怎么来了？我不是你们打起来了吧？啊，他跟街上耍呢。哦，他上哪儿去了？不是他光屁股，一丝不挂跟街上跳舞呢。嗯，真去了，可不真去了呗？啊，什么样啊？嗯，什么样？嗯。我给你学学 啊！我用得着你学吗？你我废话，我用你学呀！我外边什么样，屋里什么样，我用不着。哎，我就模仿于谦啊，我给他讲这人情，讲什么情？好，讲这一夜情啊！啊，哎，我就知道好不了，累得我都不行不行的了。嗯，一直讲到次日中午十二点，哇，嫂子这火才消了。嗯，行了，叫他回来吧。哦，得。谢谢嫂子啊！您这么一说，这事好办。你连裤子都脱了，打家里出来奔马路边，嗯，我眼泪都快下来了。你怎么太爱哭了？于谦躺在花池子上睡觉呢，我也是跳累了，一丝不挂，光，嗯，着屁股。那是啊，那花池子正当间躺着休息呢，别提休息了。周围围着二十多个老太太啊，干嘛呀，啊？跳广场舞呢，大妈哦，二三十个呀。哟，围一圈，嗯，这个就是那说相声的于谦吧？还认识我啊？是，就是于谦。哦，是，嗯，呵，白呀，啊，白，你管着管不着啊？怎么那么些废话呀，这老娘们儿？哎呀，真好啊！啊，真是这，我还没跟他照过相。哎，我还这起来吧？
起来吧，王奶奶来，你来，我给你拍一个。对，哎呀，事儿太多了。茄子哪儿有茄子呀？这挺好，都跟着正拍着。啊，我来了，奶奶们散了吧，散了吧，回家吧，丢人丢大了啊！不是吗？我这弄他走啊！你别弄他走啊！跟这儿干嘛呀？我们刚打完电话啊，赵奶奶呀输液去了，一会儿回来看、啊、他死不死啊？他都输液了，还不忘看光屁股老爷们呢？这个什么人呢？这都是。我来保护你，干嘛？我弄了玉谦回家啊！一进门，鼻涕眼泪全下来了，冻感冒了。哎呦，看着难受。嗯，嫂子也心疼了。当然啊，给他熬了一大碗汤药啊，中草药。你别看我跟你打架，我心疼你。嗯，你别吃那个西药啊，哦，伤肾。是，喝这中药吧。嗯，一大碗端进来了。哦，进来到跟前儿。嗯，大郎。嗯，你就喝了吧啊。哎呦。他这挣扎着，我说等我兄弟武松回来了、哎、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着了，怎么又有你啊？这里这都潘金莲了，您就别搅和了。嫂子一转身也递给我一碗，也有你的，给你喝这个补一补中气。哇，这是偷老头的人参。哎，就别提这个，你也知道老头原来是卖身的。哎呀，又来了。嗯，给你一递，我一接手一滑没拿住，哟，这碗掉地上碎了。嗨，啪嚓。嗯，粉粉碎这碗，别喝了。哎，啊，一个 A 字没出口，嫂子话到了，他说什么呀？哎，什么 A 呀、啊？嗯，我再陪你一碗就是。别鼓掌了，这陪一碗什么呀？陪一碗药，知道吗？就是是是是是，他陪、啊、陪一碗，我有药药，什么叫药？喝一碗中药，喝药。玩笑说玩笑啊啊！谁也不要认为这里面我跟嫂夫如何如何，没有啊，列位千万别瞎想，压根儿也没有啊，真没有。因为这个人家两口子的感情，说句良心的话呀啊，其实今天好比七月七，天上水鸟配了外国鸡，哎，这什么词儿啊？这是不是？这是形容我们俩吗？不是，就是金童配玉女，瘸驴也配破驹，哎，这没好词儿。就说人家般配，我们还不错。他俩人刚认识那会儿，于谦那是。还穿晴纶裤衩的人了，你想想、啊、这是什么划时代的标志啊？这个现在说这个小孩们都不懂啊，晴得比我们大了，得四十来岁往上。晴纶啊，晴纶，哎，晴纶都知道吧，叫化纤嘛，哎，假羊毛啊。对对对，当年净这个，穿个晴纶的裤子啊就不错了。嗯，那玩意儿静电，是起静电。你以为穿上舒服呢？噼里啪啦可难受了，还噼里啪啦，穿裤子都噼里啪啦，何况裤衩呢，是吧？也噼里啪啦，他穿个晴纶的裤衩哦，他打那往这一走，我们一看就知道。嗯，你看于谦啊，嗯，走过来了，怎么样？这今儿没穿裤衩哎啊，没穿。你瞧打那人过来，嗯，哎，晴纶的裤衩好的，我还以为来电话了呢。哎，什么动作这是？嫂子心疼他啊，别穿了，别穿晴纶裤衩天天跳舞、哦。那我穿什么呀？哎，买毛线给织了一钉子裤。哎，这还不如晴纶裤衩呢。这个这毛线的裤衩的时间长得痒痒，你知道吗？是啊，尤其钉子裤的勒得紧呢、啊。嗨，谦儿没事老得这么挠。哎呀，所以您记住这几个动作啊，看着啊，这个啊，来电话了。哦，这晴纶啊，哎，这是毛线的，这是那么乱的。我这一天也太闹得慌了吧！我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是老话，人家两口子走到今天，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缘分嘛。有一天我要是拍电影的话，你们两口子这故事够一个好题材啊！有那么有故事性，就他们俩人认识那天，比今儿这天还热。那对，是个夏天，二十年前，嗯，二年前吧。二得有差不多了啊，嗯，二十年前的北京六月三伏，就北京那个热呀，热的人呢起火冒油的，他叫桑拿天儿。尤其他那会儿住一平房啊，二十年前谁家家都有空调，买不起，就一小电扇跟那转悠，有这就不错。六月三伏，嗯，北京城小平房是半夜十二点，夏天，于谦躺在炕上，嗯，这热的这汗，嗯，就哗哗的，是实在睡不着了啊。于谦一伸手，啪。怎么了？把盖的这貂皮就掀开，我热死都不多，知道吗？这么热天，我盖貂皮呀、啊，貂皮掀开了啊，两床棉被也掀开了，哎呦，还有三个军大衣，呵，哎，俄罗斯的俩毯子，哎呀，
还有三块塑料布。哎，我这是接水用的，我这是都掀开了啊，活过来了。哎呀，太好，轻省多了这就啊，对，最起码喘上气儿来了。嗯嗯，坐起来了啊，看着床头的小电扇啊，你转快一点啊，你快一点，是你哎，停，坏了，你就这个玩意儿啊，越渴越吃盐吗？可不是吗？你这会儿它坏了，嗯、啊。抄起斧子来，两下就把电扇给劈了，也是火的，扇叶罩子全坏了，碎了，扔了斧子，坐在这儿运气啊，哎，嗯，冤枉这电扇了，怎么讲？不是坏了，那是停电了，你怎么知道是停电呢？嗯，电褥子凉了啊、哦，我这上边盖着底下还腾着呢，感情，我这作死呢吗？这不是？起来啊，把电褥子掀开啊，皮褥子也去了，哎呦，棉褥子掀起来了，好家伙，毡子也去了，嗯，毯子也撩起来了，哎，底下的棕垫也不要了，嚯、哦，塑料布也撩起来了，老有塑料布啊，怎么啊，地板革也掀起来了 啊, 啊，凉席也掀起来了，多少层的，心说，嗯，一会儿这火炕灭了就行了，好嘛。哎呀，我这取暖的方式都用上了。站起来，先把屋里这煤球炉子端出去。哎，越热越不嫌热。拿过勺来啊，舀了两勺辣酱吃，这是压压心火。好嘛，我拿辣酱压心火呀、啊。心说我要不要把秋衣脱了呢？废话，半年前就该脱了。可是要脱秋衣，得先脱这棉坎肩儿。好，还有棉坎肩儿。棉坎肩儿脱了啊，秋衣也脱了，脱了吧。三保暖也脱了，还一层绒衣也脱了，哎呦，线衣也脱了啊，里边就剩一个棉兜兜了，哎，好家伙，一解棉兜兜这个泡儿，这才凉快了，暖水袋掉出来了，好嘛，我非给自个儿烫死不可呀、啊、我脚底下把这皮靴脱了，我这都租来的吧，棉袜子也不要，嗯，皮叉裤脱了，我这逮鱼去了，毛裤也脱了啊，秋裤也脱了，嗯，就剩一毛线的钉子裤。太好了，我那时候就穿着这个呢，坐在这儿，嗯，哎，突然间电扇的电机，哟，那是又来电了，又来电，可是扇叶坏了，吹不了了。真聪明，我干嘛呀？绑上三把菜刀，哎，刚才是没热死，这回憋着把自个儿砍死。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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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这声，血都凉了。哎，对，是。我这算不算自杀？哎，这肯定算自杀。要不我出去逃活命去吧，躲躲吧。屋里边已经都喘不上气来了，过过风去。打家里往外走啊，一边走一边还哼哼唧唧的。我唱什么呀？那会儿正兴电视剧《红楼梦》，有他那歌叫《枉凝眉》，哎，好听。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是是是，这是曹雪芹的原著，好听极了。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就这味儿。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哥我的郎、嗯、郎啊郎，你在哪嘎子藏啊、嗯、找的我就好心忙、嗯、大姑娘没了这个大姑娘浪。行了行了，曹雪芹写的。哎，我刚知道曹雪芹是唱二人转的，这玩意儿街上热啊，前浑身这汗都不断，还没停呢。一回头，嗯，电线杆子底下哦，站着你媳妇儿。哦，就我碰见我媳妇儿了。那会儿可不是你媳妇儿，那当然，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啊，什么叫就算是姑娘？那就是姑娘，就是个姑子。这个、姑子呀，姑娘，这姑娘跟这站着呢啊，满身大汗，谁都热。这几个大汉你还都认识哦？什么大汉呢？这是，你先等会儿，别说了。姓王的，胡说八道。什么大还满身大汗、啊？满身那叫碰上坏人了，知道吗？碰上坏人了，你说清楚了。嗯，于谦就急了，多新鲜呢！哎，我管管，我排在谁后面？哎，我排队去。到我了没有？排什么队、啊、我排什么队去？不排队，不排队。我加三儿是怎么的、哎？我加三儿哦。加三儿不加三儿？有一句说一句。我随你们。我给打跑了，我给他们。把坏人打跑，这叫英雄救美。就这么个故事。
坏蛋跑了啊，就剩这姑娘站在这儿了。哦，于谦儿，嗯，定眼儿一看，嗯，姑娘这个俊呢，你等会儿大高个儿，你行了，高鼻梁，不，双眼皮儿，胡子，别说了，我要再给您纠正一词汇啊，好的好的，那叫定睛一看，知道吗？我说的是，您说的定眼儿一看，哎，什么区别吗？啊，区别大了啊！您说那我拿着大饼呢，知道吗？于谦儿，定眼儿睛一看，嗨。没有，那就是定睛一看，定睛一看啊，姑娘太漂亮了，好看，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呢、啊、嘿，姑娘很感动，哦，谢谢您，哎，先生贵姓啊？啊，贵姓啊？啊，贵姓？先生贵贵啊？哎，好，这里怎么非有一贵啊？我叫于谦啊，姑娘你怎么称呼啊？问问他，我英文名字叫约翰。哦，我刚明白，感情那堆大汉是人约来的。你这大姑娘有叫约翰的吗？这你姐姐还叫杰克呢。哎，去，没听说过，这都是人名字吗？这我叫约翰。没有。好啊，您的中文名字叫啊王刚蛋。好嘛，好婉约哦。啊，怎么听出来的？姑娘，我给你留一个电话号码。哦，联系方。哎呦呵，好，姑娘吓一跳。嚯，好好，哎，这别显摆这个了，溅我一身什么呀、嗯、姑娘、嗯、这个王刚蛋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是啊，不像女孩。哦，我这还新改的呢。哎呦，我本名叫王元娥。这名多好啊。怎么叫王元娥呢？哪个字啊？我们姐仨啊，元是因为我们家排字儿。哦，一元钱那个元。是是，我大姐叫王元鸡。嗯，我二姐叫王元鸭。哦，我叫王元娥，姐仨按禽类排下来的感觉、嗯、我爸爸叫王老鹰。哎呵，全是扁毛的啊、王元娥哪仨字啊？怎么写？姑娘拿笔就写、啊、姓王的王。哦，一元钱的元。哦，鸡鸭鹅的鹅。哦，我叫王元娥。是，递过来，于谦一念就乐了。我念，玩我鸟啊！这去的吧。后来啊，这个、哎，行了。这还上下级呢，您这这就是一说一乐，可不是吗？各位也不用往心里去啊。这个说了好多年呢，要上东北来演出来，这是今年借着德云社20年大庆来了一回啊。打今儿开始呢，以后东北三省就老得来演来了。哦，其实我特别愿意上东北，早就想来，是吧？啊，但是这些年当然也是。哈哈哈哈，哎，去吧去吧，没事去吧。上哪儿去？这不是尿尿去吗？这谁说了啊？哎，好，受累了啊。这哎，一会儿一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啊。哎啊，这你以为我能听你的？真是的。那个好几千人这儿骑满坐满啊，嗯，很感动，花这么些钱了啊，天还挺热的。这是早知这个我就上这卖扇子来了。这嗯，那个有人纳闷说，怎么德云社哪儿都去，怎么不上东北呢？嗯，其实当年东北啊，就10年前吧，嗯，刚开始做商演，头一站哈尔滨演了一回。哦，哈尔滨演之后呢，就演出其实观众很好，挺热情啊。庆功宴的时候打起来了，哟啊，因为之前那个主办方请哈尔滨当地的相声界的我们一个朋友来看演出，人家没来。哦，结果庆功宴呢，他以私人的关系找我来了。嗯，结果哈尔滨的演出方不乐意了，吃着半截饭把桌都周了，不给面啊。然后转天我们到机场了才知道，他把机票都给我们退了。哦，我们这帮人又重新订了机票。嗯、啊、当时我说哈尔滨咱以后别去了。嗯啊，实在没法弄啊。这就吃他们挂烙。嗯，转过年来呢，牡丹江来演出方啊，进门就告诉我了，你别听他们的，你哈尔滨人他演出方的外行，你看我啊，这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东北人的热情啊。结果呢，我兴高采烈我就去了牡丹江了。嗯，他找了好些个社会上没有工作的人，拿着刀枪剑戟就来了啊。哦，嗯，他说演一分钱还不能给你。嗯啊，闹得很不愉快。是，那回来之后我就说，我说咱别去了啊，咱也不趁军队，你说是不是？
我开着坦克说相声去，也不够油钱啊。就打那儿起，我说是东北三省演出的事，我说咱先别去了，我说就是对不起观众，嗯，老百姓这么捧咱们，咱们应该去，但实在是演出市场不规范，嗯，没有办法。一晃十年过去了啊，我也成熟了啊，市场也成熟了，嗯，就来了，头一站就是咱们沈阳，哎啊，挺好。唯一的就是有一点点瑕疵，就是这个栏杆我不满意啊。但是我要替主办单位解释一下，嗯，这个我在无论在哪儿演出，嗯，我其实都提前会跟主办方去沟通协商，人家其实都是好意，不管地方上的主管部门啊，就是什么公安消防，人都很辛苦。栏上的目的也是怕现场有点小问题的话，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失控啊！当然，这个他有多少会对咱们有点影响。嗯，我曾经跟主办方，我给他们上课时提到过。哦。从我这个位置到观众头一排的位置，嗯，如果说差一米，嗯，现场的效果会差一倍，这是科学的，嗯，离得越近，这个效果会越好。嗯，有的主办方，咱们别说到哪儿，我到了外地，好家伙，头一排离着我够一站地，好家伙，他说怕出事，我说我俩说相声能出什么事儿？我们俩人，我们也祸害不了人家，人家祸害不了我们，是吧？你说真来十个姑娘扑上来，那不得美死我们？美死啊！这个就是接地气的东西，它不是庙堂文化呀，纯草根，老百姓花了钱是喜欢我们，他也不能伤害我们，也不可能有现场踩踏，有点什么事我一那站着指挥比谁都好使啊。所以这个，但是一般有的场馆他第一次做商演的时候他一定会害怕的，我们有个慢慢的来啊。有的地儿我去别处演出，第二次再去如果他还这样，我第三次我准不去。为什么？同样的劲儿我在别处以前我也不累，观众会很开心。差这一米差好些个事儿啊，是是，而且最重要一点，好些观众递礼物他递不过来，你知道吗？啊，对，他会影响我的收入，你知道吗？嗨，你要能拿个现在给我挪开就好了啊，来搬开他，搬开搬开。我们的老百姓最善良最厚道，哎，不会因为听相声出什么事儿，太棒了，谢谢吧，谢谢。这是我们沈阳演出方啊，嗯，这最大特点就是听话，你知道吗？啊。挺好，嗯，反正出事就是他们俩的。哎，这嗨，不会的，哪儿挺好，不会的，嗯，挺好啊。行了，有个豁口就，哎，这就行了。嗯，这一会儿我就得跑，你知道吗？哎，往哪儿跑？因为后台比这还热了。待会儿我也不回去了，演完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就得了啊。真是，真是得谢谢谢谢大伙儿啊。嗯，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说相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嗯，有人老觉得我们是个什么语言工作者啦，我们什么艺术家，别闹，真别闹。嗯，说相声就是个手艺，哦，剃头、修脚，嗯，啊，卖报纸，什么种个菜、说个相声，到什么非洲哪儿当个皇上，嗯，这一回事，真的，一回事。一百岁的也有，我见过几个，但不是人人一百岁。嗯，人活这几十年呢，乐乐呵呵是最重要的，都不容易。听相声要图开心啊，别想太多啊，千万不要认为来俩说相声的来教育我来了，我的后半生就指着这俩说相声活着，那个千万别这么想。嗯，我站在台上总是抱着一个特别谦卑的心态。嗯，啊，咱们这个三尺吧，这台啊，这是舞台，不是讲台。嗯，你说一帮说相声给人上课，还要学校干嘛呢？嗯，这底下好几千人，藏龙卧虎。哪个行业的高人都有，您坐在这儿图一个高兴。嗯，听相声别较劲，哎呀，他又说于谦他爸爸了，他又说于谦他媳妇了，如何如何，咱实话实说，是我也高兴，但是咱我不高兴，不，这是实话实说，这是为了艺术，这是假的，啊，哦，因为这门艺术世界上最难的，但同时是最高贵最难的。是啊，你想去吧，我说啊，这儿有一冰箱，拿手一指，你还相信啊？啊，你还准信说这有冰箱，就这样。你说电影里边要是哎呀这一个冰箱你准不信啊，那得有道具。他有啊，除了我们其他的都做不到。嗯，啊，他们都得有东西，我们是无实物。嗯，就这一张嘴，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矛盾冲突喜剧都在我的嘴里边说出来，你还要相信。我要做的就是尽快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嗯，我不能往外支。嗯，台上必须要举例子。啊，有这么一个人，这老头是谁啊？啊，我不能说您呢。有一老头啊，好几天不上厕所了。哦，第八排那胖子，那老头就是你，那不打起来了吗？人家花钱买票挨一晚上骂，你不能说观众，我们能说别人吗？哎呀，这个人呢，啊，就是沈阳哪个哪大街哪个烤串店哪个老板，我这就出去他门口等我了。哎，
我们只能说自己，也不能说的太远。嗯，这个故事发生在缅甸哪个哪个小区，这302那赵大爷也不像话呀。缅甸有赵大爷，说这意思，说这意思，对吧？我们只能是，哎呀，于谦他爸爸如何说，这是假的，艺术创作问题。是，你看个电影，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你看个话剧，这俩人搂一块亲一下，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这电视剧嘟嘟嘟嘟嘟一打枪死10000人，你怎么是假的呢？怎么到我们这全是真的？你说你这个智力，你买票干嘛呢？是不是？嗨，犯不上。嗯，听相声图一个高兴，嗯，哈哈一乐。虽然说天热，心情好了，一出门谁踩脚了，你不至于跟他打起来。哦，回家见着父母高高兴兴，见着孩子有个笑模样，两口子好好过日子，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啊！呵，不要想太多啊，人活着很累，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嗯，再跟俩说相声的较真，这说不过去了，就没错，是不是？嗯，尤其谦儿哥，每当我就是说到他们家如何如何，你知道那种窃喜啊，你知道吗？我呀，发自肺，我凭什么呀？发自肺腑那么开心啊！我们哥俩搭档在一块儿将近有十好几年、20几年了，是啊，那会儿还可帅了，你知道吗？我们见的时候那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现在哎呀，年轻，真的，现在夸掐了一下他不动。哎，行了，把这一掐，这头水咋尿这出来了？哎呀，这是挺开心，我也没有别的手艺，嗯，啊，说书啊，唱戏啊，说相声，就会这三样。要这样唱，哦，不着急，不着急，因为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是一唱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咱们尽量多说会儿，着什么机会？大天热的，是不是？对吧？你要说这是。要刚结婚你就赶紧走是吧？哎，嗨，那你就坐坐坐会儿啊，我都不着急，你们别着急，嗯，因为我们，合着我刚才说的没听见啊？哎，整个德云社现在连学员在演员400多人，嗯，啊，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相声团伙啊，团伙，嗯，大部分是我徒弟，包括我儿子，嗯，你往我这儿看什么呀？人家这个人这个是非的就没办法，不是你这习惯了也不成。这个、有我徒弟啊啊，嗯，儿子，哎，还是往我这儿躲开我、嗯。反正挺好的一大家人吧。啊，平时呢，像于老师啊，还有高峰啊，这都替我受累。哎，不是，因为什么呢？一个人管不过来这么些孩子，是就说相声的孩子贼里不招，你知道吗？啊，一个人八个心眼啊。Oh. 啊，所以说就得这老师们帮着一块儿，包括高峰也天天不容易，帮着教学。高老师管这个，啊、高峰啊，嗯，好、哦，高老师，高老师出来吧，啊、来，谢谢一块儿聊会儿。哎，我们仨师兄弟儿，对，其实按照相声家谱来说，我们应该是中国相声第七代。哎，按说是第七代，对，因为当年相声它这个也没有什么说法。只不过有一位精神上的领袖，我们的祖师爷、嗯、汉朝的东方朔，是，那是我们精神上的领袖，我们的祖师爷，谁也没见过。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活人，这人叫穷不怕、哎、朱绍文先生、哦、朱先生，对，那是清朝末年的这么一个相声艺人，嗯，我们都说他是相声的开山祖师爷、创始人，大批的相声是他编出来的，对，所以后辈儿孙就以他为祖师，嗯，从他那儿论呢，我们是第七辈儿，没错，第七代嘛。后来不怎么，突然间啊，出了好些个专家。嗯，啊，专家们说我们考证过了，在朱绍文上面肯定还有，那不废话吗？嗨、哎、嗨，说找出一个叫张三禄张先生来。哦，说文字记载有一次朱绍文见到张三禄喊过一声老师。嗯，啊，所以说就这么尊称一下。这能说明是啊？说那朱绍文就算第一代嘛，其实朱绍文往上，张三禄往上还应该有。哎，不是，但是不限于文字记载。哎，所以呢，后来他们就把张三禄先生加上了。嗯，从那儿令我们是第八代相声艺人了，晚说的都有。我们不是一支，但我们是一个辈分，平辈。我师父呢是侯耀文先生，哎，谦儿的师父呢是石富宽先生，对对。高峰呢是范老师的徒弟，嗯，范老师是范岛爱。哎，去，像话？范岛爱第六代是怎么着？哦、你别瞎解释，不像话。我师父叫范振玉，好、哦、范。范山玉啊，不叫山玉干什么？镇玉翻译过来是范振玉。哎，不，这没有翻译啊。范振玉先生啊，没翻译是范振玉。就一个名字，
啊，不是倒字辈儿，滴溜辈儿。倒字辈儿干嘛呀？倒滴溜辈儿，倒字辈儿怎么没有啊？不倒字，不倒，不倒字啊！倒字，倒文差一点。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先生，哎，很遗憾，嗯，三位先生都去世了。对，这事儿，我师傅没死啊。啊，您这一句话说死一个，您这是他说的，可不是吗？您说话太不负责了。是是是，你这话应该下礼拜一再说。哎，就活这么几天呢？咦，两天多呢。哎，这好多是怎么着？反正三位先生都有活的有不在的吧？啊，不管怎么说，希望这个行业更好。对，我们这个岁数四十来岁，算是这个行业里边中坚力量，可不，从上而起下。嗯，我们仨人里边来说，老高是真爱相声。哎，我喜欢这个，真不容易啊！迷了，包括来北京这么些年，来的时候一小孩儿，嗯，到后来娶妻生孩子，是喽，在我们的帮助下吧，反正也有个孩子了，就、他就爱帮这忙，他你看啊，跟你没关系。高峰的媳妇儿挺贤惠，哎，给生一闺女，对，生闺女还给我打电话呢，是吗？嗯，对不起啊，是个女孩儿，对不起，那咱能说什么呀？是不是？行了，得了，健康就好。啊、那行，那他来了，先挂了。嗯，好，这电话就为躲我，合着啊，挺好。谦儿说相声是因为爱这个，但同时他是有钱，他玩儿。哦，业余不止的这个。北京郊区有60亩地列位，就是你要说你跟沙漠边儿的话，趁60亩地这不叫事儿。对。啊，北京啊，寸土寸金，60亩地，他跟那儿有一动物园，嗯，养动物，养各种动物，还自个儿种的菜，是、开出地来种菜，人家鱼家讲究，会玩啊，那嗨呀，外边的化肥一概没有啊，不绿色，他们家的菜都是自己家的肥料，嚯、我们家得多能拉呀，这个，好家伙，一家子拉60亩地的，你知道吗？没有，不是全菜地啊，还种西瓜呢，那也得上肥啊，还种西瓜呢，好家伙。打那个打滋苗开始，嗯，于老师就趴在西瓜地那撅着看，我也气迷心，看着成长嘛，一撅撅仨月，知道吗？好家伙，腰都直不起来了。等着西瓜长这么大，嗯，发愁了。鸟来了，灯一多，嗯，这瓜就裂了，就熟透了。谦儿在地上钉好些个木头桩子，哎，每个上面盖一草帽，哦，稻草人吓唬鸟啊。对，鸟可灵了，是两天就不信了。是，后来把这木头桩子钉成十字儿，啊，挂上塑料布。一抖楞，哗啦啦啦一抖楞，嗯，两天鸟就不信了，又明白了，就给这玩意儿穿上衣裳啊，像个人似的。对呀、鸟也不信，也不行，这就看出谦儿有钱来了啊。怎么呢？买了40个充气娃娃，买这个，我这啥有钱啥有钱呢？那是，都码在西瓜地里啊，啊，各种姿势都摆好了啊。这鸟不来了，鸟没了，招的北京连郊区带河北省的流氓都来啊。哎，好啊。就这一宿把瓜地踩平了，这好家伙，还不如让鸟来呢，是吧？就是有钱到这个地步，什么呀？不作吗？这哥俩算是我的左膀右背，您太客气了。这些年说相声全亏人家二位了，嗯，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客气，您打若有来生啊，譬如说我下辈子当皇上了，嗯嗯，于谦怎么着？你就是我的大太子，你瞧，高峰，我呢？你是我的二太子，嘿，好，行了，现在他这纯粹胡说，你现在串着呢，这都像话吗？不是吗？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呢？对吧？他没有任何根据。这于谦大太子，高峰二太，哪儿跟哪儿啊？不是你兄弟，你疯了吧你？我怎么了？你怎么了？凭什么我就不能是大太子呢？我以为于老师是挺机灵这么个人，多新鲜！这你这不矫情吗？你有什么根据啊？什么叫这还用什么根据啊？啊，这还你想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我们啊，还要什么根据啊？各位，您听这都像话吗？怎么了？谁规定非得跟大太子合作了？合作跟这排行有什么关系？咱不提合作，咱就按岁数排，我也年长啊，我得老大。岁数大，你死的还早呢，你提那干嘛呀？提这那都没用，知道吗？你立位，我得。你看见了吗？凑合点，这当个皇阿玛可不容易了，人家也不容易。是我这回来就是上沈阳接受这故宫来的。你等会儿吧，我带着俩太子。您先等会儿，行，晚的爷儿仨，您别介绍了。说怎么又出来皇阿玛了？皇阿玛带俩太子哪儿？您先学历史，这是一个朝代的词儿。怎么回事？皇阿玛是清朝的称呼，这是满洲话呀。哎，那大太子是明朝的叫法。不，是一码事吗？我如果说是皇阿玛的话，那您二位，那我们就应该是大阿。哥和二阿哥，哎，这话我爱听，是不是？不出去，那是这是统一了 啊！对啊，但是你这排序又有问题，怎么了？我这回到清朝，我得当回大的了吧？
这跟朝代没有关系。明朝我让着你，不是我呀，岁数大，我这朝代我还是当倚老卖老，你这人就没有意思。你先等一会儿，咱都儿子了，咱俩这争竞什么呢？你跟他说说就不行吗？哎哎哎，我这寡人这，我就是我想寡了你，寡人干嘛呀？喊陛下，什么陛下呀？我们怎么成儿子了？不说咱仨得好吗？是，咱不得期待吗？一辈儿怎么能当太子呢？对，说是你们俩得当娘娘啊！哎哎。对，什么理论呢？我要是皇上啊，啊，哎，于谦是正宫娘娘，我呢，你是西宫娘娘，我平辈也不行，怎么了？凭什么你又是正宫了呢？你老跟我较什么劲呢、啊？你废话，人家这俩娘们就要了我的命了。对，人家就封咱俩人，你封俩人，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娘娘呢？你别让我问住你啊！你问吧，那正宫娘娘要求母仪天下啊，他我这模样我就不母仪天下吗？我。你所有人都说我文武群臣都认可了，所有人你绕住了，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码事儿。废话，你谁长相？你属于后者，你知道吗？哪儿、啊？哎，老爷子，喊陛下。哎，陛下，哎，怎么着？您最好立我，啊、因为他也生不出孩子来，是啊，知道吗？你生得出孩子来、啊？哎，咱有路子，这是路子的。你有偏方是吗？哎，我给您，到时候我给您那弄过来。你等会儿，哪儿啊？别正经了，这也不对。那咱俩别打着了啊！那个你。于谦，你是西宫娘娘吧？哎，你换换。高峰是京中第一名妓。对喽，名妓。好，这个我下了朝没事，我偷着找你玩去。不行，你要不去怎么办？我给你打个条。我已经不信你了，我让太监替我说。行了，没用的，你乱，您别说这，不能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仨得好，哎，关系密切。当然，这历史关系是说错了。对，那清朝人家没有正宫西宫，对，人家都是嫔妃呀。对对对，晴嫔晚嫔，《甄嬛传》白看了，对吧？这是。那那会儿你就是高嫔。高频这好记，这个高频。我呢，你是尿频。哎，我这前列腺还有毛病是怎么的？振峰你在滴答宫。哎，哎呀，怎么那么不痛快呀？这个哗啦哗啦宫。哎，不用。稀里哗啦滋滋滋宫。哎，行，滋儿宫。您这匾都没法写，知道吗？正在水溜上。您别疯了，我是希望咱们哥仨好。哎，所以现在是于谦老师唱歌的时间了。嗯，哎，我们这玩意儿说话最严谨。差一句话也过不去，哎，这就过去了。听这突然袭击的，愣过就过去了。哎，嗯，您得唱一个。对，这肯定得唱啊，这都成习惯了啊。是了，唱什么？哎，是听不清楚。一块红布啊，好，哎，得，也就这几首歌啊，一块红布唱几句啊。嗯，来吧，一块什么？啊，小苹果啊，小苹果啊，这老地瓜这是。烤白薯，哎，这一块红布吧，啊，好，唱几句。嗯，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一路。就唱这么几句吧，好吧。好，谢谢。瞎闹，我这唱好不好？我给你们唱一个小曲儿吧，好吗？哎，好啊。那个清朝有一本书叫《白雪遗音》，哦，里边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给皇上唱的小曲小调，风花雪月啊，梅兰竹菊的东西啊，雅气，别捣乱啊！哎，您来吧。小寡妇，你先等一会儿，您就到这儿，就这是给皇上听的吗？您这个皇上还没我品位高呢，你是个太监，哎，去，我怎么又太监了？别捣乱啊！您抓紧吧。老寡妇，好家伙，时间过太快了。你看，再唱一个，咱仨一人一个啊，你们俩分就行了。嗯。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思想起多情有意的人，我为你往山跑死马，我为你杀驴等黄金，望断天涯
中和而勇，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啊！咱们让高峰老师来一个吧。啊，问啊，干嘛？你要学英语吗？哎，我，哎，哦，我有时候看高峰啊，因为高峰这个练功，我都觉得练得太苦。嗨，应该真的实话实说，是高老师经常是比我们上后台来都早啊，每次都是跟后台就是背着词儿就倒磨他那些个，当当当当当当，又背着来回溜达。啊，对对，嗨。全这样了、哦、怎么了是、哎、你不知道吗我去找录像去吧啊、哎、就高老师嗓子还特别好哎我的轻易不唱在后台就这一句响彻云霄哦您听见了是吧你听那个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来刚才我还练着这我给你唱前面哦咱俩一块儿唱哎还有那个好了各位来着了咱轻易不唱、哎、还真是这样嗯谢谢大家、哎、谢谢各位还有那个唱也挺好的啊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现代戏我最拿手不行啊不可以啊于先生您一会儿给评价一下 啊不敢当我欣赏、哎、来那个就来那个吧啊哪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行我跟着您来、啊、我给你唱前面你接一轻松啊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你高高的起调啊哎越高越好啊要等会儿，这人他不实诚。你前面说的挺热闹，高高的起，这是高高的起吗？起太低了，到时候我唱着不痛快啊！各位朋友怎么欣赏我这艺术啊？对不对啊？你这好好，你高点起怕什么呀？要你等会儿，等等，大连唱戏累着你了，是怎么着？你高点怕什么的呀？不是，哎，你这人他不好好唱，不是不好好唱，这个、啊、前面这段可以，后边一翻八度呢，高级了，你得注意，这不是跟你有关系吗？哎，我这不是提醒你，关键是你唱是我唱啊，我有这个条件，各位朋友等着听呢，他起这么低怎么办呀？今天我让你，哎，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哎，我遇不着好人了，我去，老高，哎，嗯。下刀的时候留神丁字裤，哎，没有，还穿着呢，可是。好，那行啊，高点起、啊，高高起啊，越高越好。唱完我请你喝酒去。哎，太棒了，你看这写着吗？啊，嗯，高高的，德云红酒，哎，可好，嗯，好，会说话，哎，好，嗯，要啊，要学上财神经，你给越高越好啊。要，哎，再高一点，要，再高，要，哎呵。改老娘们了你这个谁踩你肾了这都呀一个褶子都没有行又把那皮蹬上去你看我不管你啊你这已经违背一种就尽你所能好不好行啊行可以了学哪嗯泰山顶上那哎一轻松来注意啊嗯一轻松你指那么高管什么用啊谢谢大家嘿这点力气活这嘿行哎谁跟你握手了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你先伸的手啊我让你别唱了怎么了还怎么了呢唱多好好什么我们听见什么了就好啊让你仔细什么都没听见我是仔细听了您就是这大便干燥的、哎我给你买巴豆去买什么巴豆、啊、你爸就喝那喝好的甭来这劲儿咱白唱了唱挺好他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什么他呀没听见啊耳朵都震聋了你看咱这嗓子你们俩这真的假的这是震耳欲聋嘛我们再来一个吧太好了、哎、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认点真我听、嗯、来来来穿可以的林海跨雪，这打牌来了。起床，嚯，嚯，这回在这儿呢、啊，这儿，哎，逮什么呢？这是还在这儿呢，在哪儿？小汉呐。谢谢。您注意在那儿我在哪儿啊我在哪儿、哎、什么呀唱怎么样
好不好？还非让我评价一下？你看我们挺尊重您的。哎，就您这艺术两个字的评语，怎么形容？蛋疼啊！你钉子裤勒的，对，这就老有你不礼貌了。我们挺卖力气的，你怎么这么点？老高，咱们再来一个吧。我还上瘾了，你听这段啊，来吧。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感觉。哎，各有一号。哟，开始了。好久不见了。接这个，来嘞。嗯，哪出戏？哎呀，你早问的，我忘了，没听说。随便唱一个，我给编一个啊，可以。《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豪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啊，您注意啊。嗯。哟，这回彻底没声了，这回。我知道的，两边都有是吧？哎，对对对。都得照顾到了，哎，精彩不精彩？精彩什么呀？嗯啊，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怎么样？就您这玩意儿啊，啊，这儿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哎，你等我拿馒头去。哎，回来回来回来，你这个话说的太让人不爱听了。这你是不爱听？这是艺术，什么艺术？谁都能唱，你能来吗？废话，说谁都能唱。你好，你呢？各位欢迎，让他来一个，你来，你躲着。你说这玩意儿高腔咱不行，不出声咱还不行吗？声情并茂了，行了。哎，您准备好了吗？哎呦，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喊嗓子吧。哎，啊，哎呀，这嗓子还在家呢。哎，哎，咱们试一个调门啊，来吧。哎，再高一点。嗯嗯。啊，那个尽你所能吧。你这学我你就好不了，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新鲜的。哎，这就开始了啊，来吧。一线公职到领间，不要的本宫心心间，站立公我们。来吧，来吧。哎 ，please， it's your turn。阿里嘎多，各位马斯。把这道谢来了，嗯，来来，不是你们这意思，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怎么样？哦啊，怎么样？哎，嗯，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唱不上去，你卷袖子干嘛呀？废话，你不是吹不谁都行吗？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怎么缺德了？本身这段调就高，这么低了还往这么高了唱，那这么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我可以试试，你瞧。有型的，你能唱，你唱，你唱头里，我给你接后头，还我起调，你高点给他起啊！哎，听好吧，来吧。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哎，捧我干嘛？哎蛮高哎，你捧我干嘛？你接着这唱。哎，你原来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哎，好嘛，没用，唱这个。再来，站立宫阿门，叫小凡。我唱。他们说的什么呀，老高？让您再说一段啊啊啊啊啊啊！行，好的，好的，可以，嗯，挂了吧？嗯，好啊，接电话来了。你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好几千人一块说话，哎，不识茬，不礼貌啊。就是喜欢您的啊，谢谢。哎啊啊！凯平歌词啊，哦，行行啊，还有什么？看清水河，哎呦呵，嗯，好。那就让他们先来好不好？哎，谁先来？因为人家说在前面了，好吗？你们等一会儿再唱好不好？好，这报名来了。对，那个穿裤子那个，你站出来。谁不穿裤子？好几千人都穿裤子，穿钉子裤那个。哎，好，在这儿呢。好，您要唱一个。往哪儿指啊？您这那走着半截站着不动那个，那是穿纸尿裤子吗？哎呀，行，谢谢谢谢啊。嗯，可爱说相声，我也没有别的手艺。哦，待会儿演完了，你们这儿有没有吃夜宵的地方啊？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咱们吃夜宵去？你瞧，男的别搭茬。哎，谁问你们了啊？嗯，行行，哟，就是大姑娘举手啊。对呀，太开心了啊！记一下我的电话。哦，记我电话。您说吧，138后头随便。哎嗨。
没说一样。一会儿我拿一手机我摇一下啊。哎，哦，净新疆克拉玛依的加我回来。是好嘛，他们都加上了。谢谢吧。嗯，太平歌词呢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哎，我在这儿呢。哎，这好，真答应。那怎么办呢？不答应不合适，都喊差音了啊。哎，受累了。嗯，你说他们老喊爱我，他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是喊。这我出去人打得跟踩过似的，怨你怨我。什么叫踩过呀？就说这形容词啊，都想起来了。就是解放前老北京话，打得跟踩过似的啊。哎，就是形容那个脸，这哎哎，就这样。哎，我这打的呀，这啊。谢谢哥，你看就说哪儿乱了吧？踩过，踩过哈，太平歌词。对，啊，这个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是了啊，说学逗唱四门功课的唱，哎，是太平歌词。唱京剧、唱评剧、唱歌、唱这唱那是学，是因为人家有专业唱这个的，所以你唱就是学唱。嗯，我唯独太平歌词是我们必须要会唱。嗯啊，我们先请高峰老师唱两句，好不好？哎，好的。哎，我是有准备的。哎呦，我唱一段太平歌词啊，饽饽镇各样的点心名，您注意听着啊。那烧麦出征丧残生，有肉饼回营搬来了救兵，那锅盔呀挂了这元帅的印呢，就会这翻点脸去啊。对，挺好，因为高老师的太平歌词呢，哎，是在太平间学的。哎呦，我所以唱起来挺冷啊。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于老师了吧。哎，您来吧，您来两句让大伙尝尝。我是没准备的。您就唱两句，待会儿您唱完我当当当当当当当重复您这两句。哎，还是这两句往对了唱。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您这会。哎，就两句，来两句，来唱两句吧。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就两句吧。你看我们这都实着，不擅长。我就看着观众跟底下热情的给于老师拍着板啊，打着这个这节奏，我就哭的心都有。哎，是。你知道想害一个演员你怎么害他吗？您介绍介绍。就这个他唱的时候啊就跟着拍。哦，多大艺术家都能死你手里，你知道吗？这不是打节奏吗？就不管是唱什么，嗯，他一定有节奏。对，唱歌的叫节奏，唱传统艺术的，唱戏的，唱曲艺的，唱大鼓的，嗯，我们叫板眼。哎，什么叫板眼呢？你看着啊，这叫啪啪啪啊。哎，废话，谁让你教这个？说着说着就拐弯了。但你听着啊，这一下响的这下叫板，嗯，板抬起来这下叫眼。哦，板眼板眼板眼，唱对了，就是这一段唱的最后一个字要是落在这个上面，嗯，就说明这个人唱的有板，落板上。但是张嘴的头一个字儿，有的是在板上张，有的是在眼上张，一板一眼嘛。哎，这是一板一眼，还有一板三眼。对，一板一二三三眼再拍，这就有板。嗯，那比如说唱大鼓啊，啊，嗯，这个比如西河大鼓，嗯，哦，秋色残凋，看见了吗？秋色残凋，秋，那有人掉下去了。有一个孩子啊，坐那凳子，突然间变成橛子了。好家伙！您这都带消息。秋色残凋，金乌消，看着调，哦，最后了，调。调在这儿了，西河，西河就是眼上张嘴，落在板上，嗯，不一样。你比如说东北大鼓啊，叹君王万种的凄凉，千般的寂寞。你看最后一字是"莫"，要落在板上，嗯，啊，他是头眼张嘴，啊，这就不一样。有的板上，有的板眼，有的二眼张嘴。所以说您不会知道哪个应该在哪儿拍，嗯，您的拍法就是我开心就好。哎，对，好，老烧饼。所以演员难就难在这儿了。他还得唱得对，他还不能辜负了您，他还不能让您带跑了，多难！这个演员我们叫新版，什么叫新版？就是我们唱是不能拍啊。嗯，你看这演员跟台上自己唱自己拍，这太业余了。对呀，这一看就学员啊，他一定是心里边得啪啪击板击眼啊，嘴里跟心里得一样，还要干出这些外界的这些干扰，哼啊，还得冲你们乐，还得咬着牙别拍了。
我们太难了。刚才于老师唱的时候，各位拍的都挺，拍哪都有，哎，拍脸上的，拍腮上的，拍丁字裤上的都有。没有，人家可能就是鼓掌。新版腔，他俩都唱了，我也唱两句太平歌词，你们听听吧，好吧？可以的，您直接唱其实就行。我会个波波阵啊！哎，您续着我这唱得了。唱一什么呀？嗯，好家伙，单刀会啊！这么些年，五龙捧上，这知道不少。还一算卦，哎呦呵，这是行家还不少啊！嗯、来，那个保安把这几个人弄出去。哎呀，啊、他们会，他们会，容易听出来啊。没关系。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朕兄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了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建宁，那萧妃拐嫁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一个个赤身露体就隐蔽了身形，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在上天掉下了左天蓬，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唐宗，可以鼓掌了。嗯，好，秦琼关镇，秦琼关镇，好。秦琼关镇是有日子也不唱这个了啊！要、在别处这会儿都到后台就换了衣服了啊！还真是轻易不唱这个啊！什么？没听清楚。来，咱们挑一个代表说啊，谁丑来谁说话。哎，这嗨、没事说啊。哦，他不在乎。我真没听明，借钱我听这边喊。借钱干嘛？借钱不行，我们可先找。不要触碰我们的底线。谢谢吧，谢谢吧啊！啊，休喜红呢？哎呦嚯！听见喜歌。一看这些位置是没少听我们，谢谢吧啊！哎，我们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啊，难为咱们沈阳父老这么支持，这么鼓励，花这么些钱啊，大天热坐这听我们啊。对，实话实讲，无以为报。以后我们就尽量多来，争取这儿干一德云社的分社，改名咱们好吧？这主意可好？对，你们谁要有？合适的地界啊，那个临街的啊，交通便利的，租金便宜甚至不要的那种的啊，你就想着就找我，咱们聊聊这个事儿啊。这办法真不错，好不好啊？记这茬。今天来这演出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哦，有的您认识，有的您不是很熟悉，把他们叫出来咱们再认识一下。好，好嘞，来。按那边开始啊，咱们重新介绍一下高峰高老板。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啊。哎，这跟我儿子是一样的，我徒弟烧饼。啊，我徒弟曹鹤阳。我兄弟张金山。啊，金山上这儿来了。这个我三次进北京。第三次的时候应该是在1995年底，应该是那之后在北京就开始在小剧场啊、茶馆啊说书说相声。他是我在北京最早认识的一批人，其实包括0102德云社的初期，北京相声大会在北京广德楼在哪儿演出的时候，每场其实也几乎都有张金山啊，他也没跟我争竞过说他是个创始人什么的、这个金山呢本身也说书，刘兰芳老师的徒弟啊，你学学学学你师傅，给大伙儿听听。我谢谢谢、来两句啊。好。夏季时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墙壁上一边是金猴献瑞，一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舞同春，这边是丹凤朝阳。
金猴献瑞，祝您前程锦绣，鸳鸯戏水，水溜飞溅生花，鹤鲁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华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灯；说是灯，其实星。若星若灯，若灯若星。要说灯，有长星灯、圆星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光岛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蓝灯、灯连灯、灯泡灯、灯挨灯、灯几灯、灯上加灯。祝各位步步高升！谢谢。还挺像的师傅的，谢谢，真像。来来来来来，正好，快来快来快来啊！这个衣锦还乡，喜定兄，荣耀几何？哎，原来是沈阳曲艺团说相声，嗯，后来在沈阳电台做主持人，嗯，好多人都知道哈，这个听过正好的节目，我跟他不认识，有一天突然间德云社后台就来了这么一位，我叫正好，我说你说吧，看见我了，正好什么事啊？不是，我叫正好啊，给我一封信，他的师傅，我也不认识他师傅，咱们沈阳的相声前辈名家王志涛先生。啊，那是他师傅王先生啊，说这个，我有个徒弟叫正好，推荐过去到德云社，我跟他们爷儿俩没见过，也没交情，但是冲这封信，我说问他，我说咱们这个可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事儿，而且您在沈阳啊，占着房躺着地，银行存着多少多少钱，正经工作大国营的又是啊，然后这个电台也是很多相声演员拼命要去的地方，你都放弃了，认头不认头？咱也不知道他吃错什么药了，我愿意啊！我一想这样人，他糊里糊涂的，他不多见是不是啊？我就给他留下了啊！打着留下之后，我还真是一直偷着看他，不容易啊！媳妇儿在沈阳，他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啊，小剧场也演，什么也演，在北京一气儿待了这么多年啊！媳妇儿在沈阳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嗯，哇！但不管怎么说啊，我就今天。我们演出安排演出部，德云社有演出部，就负责安排演出的。我特意嘱咐，我说沈阳演出的时候，别人都可以不去，正好得去，再让大伙儿知道知道，咱们沈阳出了一好样的。我跟大伙儿聊两句，聊两句。哎，感谢沈阳的父老乡亲，啊，也是没有什么特长，从小喜欢这个，然后好多人。